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卢哥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跑到嘉义来，好不好？最近嘉义最红的东西是什么？佐登尼斯城堡。这个城堡目前就在我们眼前。佐登尼斯。好了，各位，反正我个人啊是很好奇这个城堡最近到底在夯什么东西，所以说呢，我们现在就来开箱它吧。OK。Just another doorway to open up and see What kind of lifeline will be waiting there for me I need to bury all these fears And let them fade away I'm not scared, I'm prepared To find myself again I wanna fly over已经错过那个一个人100块的那个试营运期间了，所以一个人300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反正是你出钱。我告诉你，他每一张票后面都还有这个折抵啊，就是等一下里面如果买一些周边，哎呦，应该不错哦。然后还有付这个每人100块的餐饮折抵。哎，快点快点，我们公主花园来当公主一下。我们猜拳啊，输了跳进去那个水里面啊，不然我们猜拳啊，输了去要电话。不爱。好，我们逛一下。是啊，哎，这个镜头，哎，知道拍什么了？啊，真的假的？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为什么输？啊？姐，你猜输了，这个主服输了。没有在作假的，没有在作假的，没在作假了。这不是效果。我真的没有那个胆子。我真的没有那个胆子啊！我真的干不下去。阿鲁，你就猜输了没？对不对？顶级折磨。要不然你今天一整天当我们的龟儿子。可以。一个啊，一个是尊严，一个是你去要，反正也要不到。这种事我真的干不出来。你不行嘛，对不对？我这不行，我中我了，是我了。啊，重点是跟他们合照要扮鬼脸哦。赶紧让我不要，这种哦，剪刀石头布，哦，这边有，我打头阵，你打头阵比较好，我没差的哦。我退缩了，我突然退缩了，啊，不是，还是不要好了，真有，快点放，快点跑过去，你要跑的，不然就跑了。像个痴汉一样追过去。你说什么？你刚刚说我是什么？急行总是不是？痴汉。你们穿得好漂亮，我可以跟你们合照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哦。谢谢。哇，你们圣宫女中哦。嗯。这是哪里啊？海南。哎呦。国中、高中。高中。哎，快点，手机。表情要记得哦，表情。这个背景好不好？好。好。看这边啊，这边啊，三，来，刚刚不够丑，丑点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看一下，看第二张可以。哎呦，这个可以啊，哎，任务达成嘛，对不对？你脸直接歪掉，任务达成。你有没有点后悔？后悔没有做这个任务，这个任务 easy。你看你们刚刚说什么关键词吗？我马上牙起来，直接上身哎。那本来就是他，露出本性。
你惨了，你惨了！然后又刚刚超越，你完蛋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们要不要考虑重拍啊？我是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啦，你们再决定要不要重拍。你谁？你要要的吗？我觉得我跟你讲，下一个任务哈，接受这个大冒险的人，从那个大门有没有看到游览车停在那边正门口，笔直过来，这边是有一个喷水池，这样子。用跑的啊，到这个喷水池绕一圈，这个任务可以吧？我觉得非常棒。你刚刚想干？这个直接街头艺术表演给大家看。我来，你要吗？我直接来。哦。哎，有没有还要争取的？要的就跟他猜拳。够像啊！狒狒，我看过。走嘞，走要往上拍，一点都不像，烂死了。那边有一个街头艺人，等一下，他们在拍照，小哥，等一下，他要跟女生走合照，说一伸，他一手一伸出来，你马上。好，这个可以哦，快，妹妹。好了，握个手，握个手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辛苦了，打一下啊，干什么？快点跟他 PK， 快点变身！好了，各位，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佐敦尼斯堡一日游啊，好不好？对，这个地方我个人是觉得非常漂亮，真的。如果还没有来过的朋友，可以赶快来一下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今天这部影片呢，也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。我是陆哥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就喜欢，如果不喜欢就不喜欢。谢谢各位，拜拜。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？我林超，哎，欢迎。怎么？这里太美了吧！而且你看那个楼梯，有没有那种感觉？劳斯莱斯啊，6.2V8的哦，伊丽莎白女王2世的礼宾车。Jack it up.